其实是他到了人无产，
你此时此刻的那个回忆都将会在高雄
为你留下一个定位。所以说，你曾经想过在高手通路的问题，你绝对要做重拳。好，今天第一拳我们请求，在这个冷场的招商程序，我们请求韩市长现在立即先暂停招商的办理。因为他们六月就要公告。对，六月就要公告。然后呢，冷场这个约，希望韩市长能够延半年，半年就是他们的约是今年年底，至少是帮我们拖延半年的时间。二月延半年来缓冲，让大家仔细解释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希望在这段时间能够开至少五场的公听会，让所有的市民都能够跟市政府对话。接下来，请你们仔细的来做一个需求的评估，针对我们高雄未来20年将来的经济的发展，还有兼顾市民朋友的健康问题，做一个正确一个评估报告。那这个专案报告必须在议会里面通过我们所有议员的同意之后，才能够继续去做这个公告跟招商。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兼顾市民朋友的健康问题，把市民朋友健康问题当作第一顺位。未来20年的合约，我们不能够接受黑箱作业。市长，第二权我们请求您，希望我们高雄未来文武场、冈山场还有蓝区场这三场都能够由现在目前的14,500吨减为83,600吨。那这个数字我们是怎么算的？来，我算给你们看。现在目前我们高雄所有的文化场，它的每天所焚烧的上限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个数字是我们全台现在目前有24场的焚化炉，它每天所烧的焚化量，我们高雄场就占了22%。高雄的人数只有全台只有10%而已，可是我们必须要帮忙带上到增加到22%。所以我们高雄究竟需要多大的一个焚化炉？来，我们算给你看。现在目前高雄的家庭焚化烧的量是2794吨。处理外县市的部分呢，我们只要处理，我们不会继续处理，不是说不烧外县市的垃圾，我们处理223吨。再来就是中央的调度量，你们说只要100吨，我们可以200吨来计算，加上可能每年会有这个税收的问题的一个周转量，所以这样加起来，我们只需要每天3217吨。那我们现在12卤只要减量到8卤，3600吨，其实就绰绰有余了，中间还有一个周转率。好，我们的要求并不是要你从这个144吨价格直接降到114吨，我们请求的数字只是降到120吨，我们没有过分的请求，我们还是要帮这个环境、帮全国来分担这个焚烧的垃圾量。所以我们的主张是，未来请减量，就是从10卤的5400吨降为8卤的3600吨。再来，110年我们冈山厂即将收回到，已经解合约即将到期，那我们的请求是收回赤营，因为赤营不需要24小时烧垃圾，我们没有焚烧垃圾的，我们没有赚钱的压力。接下来观察的部分，我们到时候可以再来做评估。如果说3600吨焚烧这个垃圾量已经绰绰有余的话，那这个观察的问题我们就再议。好，所以还是讲，过去啊，我们都骂人家重北轻南，有没有被脚踏过哟？那都没问啊，你自己也是这样子，公婆哟，弄点来吧，一定让身边的那伙伴没晒，那就会同意。可是现在这一刻，你看，是我们高雄的行政官用自己的行政权，为了交他国籍，这是交他的，这个叫人家，你是公告的，又搁是20年，20年前咱有法多财富，咱顾袂了，只顾还是讲你有这个权，签一书作权。保护高雄市民的健康。因为空屋出重权这件事情，我们实际上面去统计4颗焚化炉在整个高雄市占了多少空呢？
那他就是戴永浩这个部分哦，其实诗歌文化都是榜上有名的，总共占了刚好是7% 的空排放量，戴永浩的部分。那李永浩的部分哦，请下一张。我们这次要续约的人物场，它也是榜上有名哦，都是在前20大的排放源里面，所以整个空污的管制在高雄已经被规划成工业重镇，我们没有办法转型去阻止这个空大量的减量的情况底下，只有从公营的这个垃圾减量，减少空的排放，它才能够做出一点贡献的。那未来20年哦，我不知道市长哦，6月6号。说厂商来代操作代营运，不给他利润。我想这个8:2的这个利润，都是在 ROT 的合约设计里面就已经成本效益分析过了，20%的垃圾就已经够厂商去进行他们的获利。但是现在又开了一个后门，如果供应不足的部分，厂商可以完全从外县市接收，只有回到过去的那个模式。我去提一个建议啊。我们现在有焚烧事业废弃物的厂哦，中区厂没有，南区厂主要焚烧的是本市的事业废弃物，另外仁武跟冈山两个接收的主要是外县市的事业废弃物。如果不要让厂商有足够的利润，南区厂减量，把多的本市的事业废弃物转给冈山跟仁武厂，这个是一个具体的可行的方向。那刚才我们几个诉求是不是直接请市长来答复？喂喂喂，小市长，时间不多，我们就请刚刚我们的诉求第一项就是今年即将要公告的仁武厂的合约，可不可以延缓到年底或是明年初再来公告呢？请市长答复。谢谢郭建文议员、李雅飞议员、林海议员、黄杰议员，这个咨询非常非常的。市长，时间不多了，剩下几十秒而已，可不可以快点告诉我们，诉求很多，你一一的回复我们，可以不可以？我以为让我称赞一下郭议员，因为他上次咨询。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时间了，谢谢我们的私下再称赞。我先公开称赞郭建文议员，他每次咨询我是非常。市长，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你快点。现在终止，然后到年底到明年初再来进行公告。深呼一下，我即将做重大宣誓，麻烦你深呼一下，不要急好吗？谢谢两位议员，今天这个咨询会影响很深远，所以我特别要感谢大家这么用心这样做的咨询。在这里，我这是责成了环保局，那么仁武厂这个站原则上我们站好不好？好吧。好，第二，谢谢。我们也办公听会。好，第三点。那第三点，我们会。针对整个这个评估，是那在公听会的过程，诚恳邀请四位议员一起参加。好，谢谢。让我们来集思广益。那市民朋友的健康是没有任何一样的经济数字或者追求者可以比较，市民健康一定是第一位，尤其是未来20年，这个责任是非常的重大。所以我们市政府这边应该最牵扯的态度来面对。谢谢，谢谢市长。我们站好。然后等到公听会开完，集思广益之后，怎么样一个合理的燃烧废弃物，让公有市民更健康。谢谢，谢谢市长，那您确认一下，您说今天下午上午公听对暂停办理招商，那是这个办理的部分可以吗？重大宣誓，那我称赞公益，没关系。市长，不要再回答啥了。哎，还主张还没有结束，刚刚的诉求很感谢市长可以回答。这个数量报告的很清楚，您能不能因为始终没有人愿意去面对焚化炉减量这件事情？还是你看到了高雄市已经忍受了20年，如果是您不需要那么多炉，我们还要烧那么多外县市的热炉？我们不是不烧了，您看到了，我们愿意，只是我们要合理的要求减量这一部分，是不是你帮我们宣示一下？过去的市长很难有人做到，
主席，再次感谢郭议员。我刚才已经把原因上面讲过了。那在公听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百花齐放。接下来，我请责成最重要的环保局王局长再执行一些具体性的跟你补充报告。我想黄委先不要急，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请环保局的主席同意的话，请这样吗？谢副议员，这个环保局这个人工场的 ROT 啊，目前是还没有公告。那另外，我们四月中旬已经开过第二次的公听会，经由广征各界，当时我们议会也有十位当议员的地址，也有前代表的实际代表的参与。那现在我们就依广征的意见，在检讨修订招标文件中，刚刚四位议员说建议，我们是认为可以考量。那现在我们讲，那个四个厂，目前来讲就是维持高雄市垃圾处理的最重要的力量。那讲起来，我们环保局已经重新检讨，就是人物厂跟钢山厂这个重新委外新的合约之外，另外我们的南区厂也自己在整建。那目前的规划是，这三个厂整建之后，再决定中区厂的存位。也就是说，这个那另外就是说，为什么市场还要维持？是因为要维持高雄市垃圾的调度稳定。那目前来讲，这个市场都已经二十年了，那设备已经老旧，它运转率已经不如当年。所以目前我们讲自建的，那另外为什么南京哎那个人物厂跟高山厂需要 ROT？ 因为它没有公务预算，也没有编制的能力，所以不可能自营。那就是说用厂商资金，但是我们可以借调度的话，刚林玉台也讲得很好，如果把南区厂的设定一个进事业会一个上限，宜波一些事业会高等事业会一个进，哎，刚才很厂那可以减少外界是垃圾的进来，那环保局在整个调度上来讲，也要兼顾到整个环保局对垃圾处理政策，还要兼顾保障高的市民。最后再回去就是说，我们的新的四个厂的更新案里面，对于空气污染非常的重视。虽然目前四个厂的空污量只占我印象中2.7%的包括空气污染贡献量，但是新的厂我们都会 upgrade， 我会提升空气污染的控制，依靠新的技术来提升高雄空气品质。那四个议员的宝贵建议，我们愿意愿意听到。依照市场的指示，我们做后续的检讨。谢谢。本席因为知道这个议题蛮大的，全体市民应该都非常关心，所以多给时间请局长完整答复。那本席也很压抑哦，为什么那个合约内容没公告？我们郭建文议员竟然了解没有未公告的合约内容哦？那郭议员真的是神通广大啊！